孟晚舟笑着向大家招手视频，原标题独家视频，经中国政府不懈努力，当地时间9月24日，孟晚舟女士已乘坐中国政府包机离开加拿大，即将回到祖国，与家人团聚。网友，经中国政府不懈努力，短短9个字，难以想象这其中经历了多少坎坷，感谢爱护我们每一个人的祖国。